错，明明还没离婚，阿寇谢和弦邱冠轩谢太太换人当。还记得阿寇曾经这么说，另外一位目前的状况很好的朋友啊，现在只能是很好的朋友，对啊，其他等离婚再说。等不到离婚，谢和弦就已经准备婚戒求婚，莉亚也心甘情愿被套牢。女主角感动表示你很勇敢，谢和弦则霸气回应你也很勇敢，所以我这么爱你。接着谢和弦肉麻告白，就算全世界与我们为敌，我还是会拼命保护。最后莉亚甜蜜回复谢谢你爱我一大早，不可以太催泪，我很爱哭。谢和弦爱的高调狠意也绝对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他对 Kiana 说，我不是你老公，你就是你的摇钱树，别再像只水蛭吸着不放，有个痛苦。娱乐动新闻，哇，我上电视报道。哇啦啦啦，丝丝捉急。你干嘛？人生机会，你不能停完整走了。敲敲键盘，登入升级一会员。